可现在那仇未报，那恩未还，我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虽然早知道我的结局只能如此了，只是至少不能让它再次结束。我好恨，好恨，好恨呐！有恨意，跨越时间的臂障吗？三生法门的传人，在浩光从山上一跃而下的那一刻，某种东西再次降临了。他为护光而来，无人察觉，甚至赵以其出现的高浩光也看不到、听不到他的存在，也无法知晓他在帮助他，帮助浩光理解伏法那本就存在的潜力。跨越基础仿佛达到了研习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程度，这些知识经验可以短时间内引入浩光脑中，至少在这短短的一刻，浩光可以施展十成威能的江明子大神通法符。就在同时，他注意到另外一个东西，再次产生因果律被动的同月令，有一种情感跨越时间传达了过来。恨，同月令再次认可了他。他知道，对面照引同月令之人，终于可以看到、听到自己。用恨意，跨越时间的臂障吧，三真法门的传人。这是，对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他，这个东西是当时通过同月令察觉到，董爷，你要干嘛？某种若隐若现的未知存在，现在可以清楚看到、听到了。难道之前使用同月令的是他？浩光师祖无法察觉到同月令被使用，也因此察觉不到我的存在。你还能施法的话，那得速速告知于我。你所在方位，我大三真法门绝不会亡。见鬼了！掌嘴是借神仙。这红尘术士真有神仙啊！哎，哥讲的什么情况？他们只在五府附近打。啊，也太吓人了！这你一说还真是。那吴府家这是遭了天谴啊！可那吴老爷平时乐善好施，不至于。你们看，上面有小孩。走，气孔流血。师父。严佳怡。完了，安人。已经顶不住了，这血之神通好生厉害。时间内压倒他根本做不到，我精神与法力难以与他做持久战，更难的是只要耗下去，师父他们必死无疑。赵岩，有必要这样不死不休吗？
是为了他，为还未发生的危险，过去的江明子，还是未来的我等？真的必要吗？这不是你真心的选择。傲光小哥，拼尽所能吧，莫要辱没了三真法门的千古威名。咱们不该留有悔恨的余地。就如我现在的选择。三真散亡见阵符，三真通玄再化符。又是大神通法符，一般大神通者一生也炼制不出几道，他竟然有三道。散亡见阵，通玄再化，八成是江明子知晓他难以支撑两道大神通法符的消耗，所以留下一道可以辅助其他法符、法身、法宝，却无多少消耗的通玄再化符。有了通玄再化，可将散亡见阵符威能翻倍，来弥补他稚嫩的实战技巧，以力补强。哎，不愧是你，毫不留手。少爷，你果真不会退，为了他，你甚至会对抗明知不可战胜的对手，这次更加不会退缩。你担心良知渐失，渴望保存的珍贵记忆片段也已经铭刻于我的心中，家人一个个饿死的绝望，习惯绝望的心如死灰，还有光，给予引领自己一路向前的光。少爷，你的人生便是在追逐黎明之光的一生，可是现在已经入夜了。大孽血无，好呀，哈，嘿呀，呀，嘿呀，嘿呀，快从屋顶上下来，快跑，去另一边。哎呀，老天爷，俺家屋顶没了。哎呀，